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如果是真道出来的话，他的祷告一定是一式一样，掟好多经文，那把声一定跟平时讲嘢是完全不同，不是好像你牧师咁嘅，即系我祷告咧，同我平时讲嘢嘅声一样噶嘛。但系佢哋唔系嘅，突然间变咗个款嘅 ，OK 啊。但系问题就是已经冇得改，因为嗰个成为你嘅记勾。如果唔用呢种声质咧，佢第一唔觉得自己系祷告紧，第二佢根本可能唔记得嗰啲经文，唔记得点样祷告，吓好惨嘅。但系好可惜嘅就系话咧，当真道出嚟嘅人咧，佢哋如果即系会有几个特性嘅，就祷告你会见到嗰种虚假啦，呢种虚假已经是因为他们这么多年虚假培养出来了。第二呢就是他们一定因此运作喊到 believe it 的。你们可能都很难想象，就是以前的展明呢每一次因此运作呢就喊到呢好像呢死了一些亲人那样的，每一次都是的。即是玉珍事目都是这样的 ,ok? 咁啊！但系感谢主，佢哋改得好快，因为我就真系以前就羡慕，后屘发觉咦唔系好妥嘅，即系呢种好情绪化。咁我就讲咗一篇道，就讲到关于咧喺信仰当中咧，我哋嗰个应该真正个性格同情绪之间嘅关系啦。咁啊，感谢主，我都意想不到啊！从嗰日起咧，就发觉咧，展明就完全冇呢种嘅恩赐运作啦，即系冇呢种喊到喊苦喊屈啊哭音嗰种，你想象唔到啊，系咪？展明哥竟然会有啲咁样嘅侍奉方式，但系就系喺真道出嚟嘅个个都系咁，即系佢哋喺佢嘅聚会当中咧，系有少少嘅圣灵同在，但系多多嘅情绪发挥嘅，非常之多嘅，因为一来喺嗰间教嗰啲人苦啊嘛，苦得好惨噶嘛，即系被人攻击啊，被人孤立啊，咁啊变咗翻到嚟咧，真系喺个方言祷告聚会当中就发展晒呢一啲情绪出嚟，咁差唔多佢哋所有嘅所谓先知走出嚟讲嘅都系咁样，咁但系问题。基本上以现时我能够有嘅恩赐运作，唔好话而家有，我当时已经发觉，嗰啲真系情绪多过圣灵嘅工作嘅。咁但系而并且佢哋出嚟嘅人咧，因为佢哋冇净系见到人 performs 啫嘛，见到人哋做到啫嘛，由头到尾佢哋自己同神之间咧系未正式建立，即系除咗扮之外咧，系未正式建立一个真正嘅信仰同埋关系。即就好似我所讲啦，佢哋嘅祷告都系扮出嚟嘅。OK， 当然啦，我唔系话意思佢而家出嚟嘅时候嘅祷告都系扮，不过咧，佢哋已经变成嗰个寄偶啦，即系佢哋唔能够建立一个真真正正自己会自己同爸爸倾偈嗰种讲嘢方法系唔得嘅，系唔可以嘅。你如果谂下，佢哋每一次你听到真道出嚟嗰啲人嘅祷告咧，你谂下呢一个系同爸爸倾偈嘅话，你笑到碌地啊，直情吓，即系嗰种简直系一个佢哋唔知道自己咁分裂咁搞笑，佢哋唔知嘅喎，佢覺得好嚴肅、好勁咁樣。但係咧，當佢哋出咗嚟之後咧，我發覺佢哋下一代嘅基督徒咧，好中意爭權啦，同埋最可怕，我覺得咧，就係佢哋唔可以做熟靈領袖。所以呢個就點解感謝主神啊，喺我同埋玉珍同埋子明夫婦身上，佢真係做呢個雕琢同埋呢個挪開。因为甚至我讲紧，就算佢哋出去搞咗分会啦，就如我而家所讲嘅消失咗嘅新蒲岗真道教会啦，同埋譬如其他教会咧，都系嘅。佢哋一有少少权，你叫佢一带属灵嘅工作或者侍奉咧，第一佢就会用呢一种嘅方式去祷告，而呢种咧就越变越怪。因为点解？呢种系冇错，系佢哋记忆勾，系记得点样祷告。但系同样呢个亦系咧，将真道嗰种嘅争权啦、骄傲啦，同埋咧一上到就 performs 啦，吓，即系即刻就推晒啲假嘢出嚟咧，好似马住你咁样，好似所谓叫做食住你嗰种侍奉方式咧，就会开始噶啦，吓，佢哋好似直情系好似一粒种子咁去爆出嚟嘅。但我发觉越系咁做嘅人咧，都系嚟自一个圣经里边一个好可怕嘅原则，就系佢哋唔饶恕陈公展。譬如今日我同你大家去讲陈公展嘅时候，我唔系唔饶恕佢，我根本由第一日翻嚟我已经饶恕佢，并且我根本欠咗佢嘅恩情嘅，所以譬如我就算而家讲出嚟嘅时候，只不过就分析翻我自己去点样带而家呢间教会，而从好多好多教会当中咧，或者好多人会睇啊呢、这个牧师几有型啊，嗰、那个牧师咁讲道啊，但系问题我由当日已经谂埋，咁佢下边嗰啲人点过呢一生咧？佢哋下边嗰啲人点咧？陈公展而家离世啦，但我见到一个佢伤害过嘅人。又或者甚至自以为被他伤害过的人，因为在我来讲，我就觉得他没有伤害过我，并且我在他身上学到正面，又学到很多东西，反面教育又学了很多东西，正面那些甚至我不是去到现在成四五十岁，我直接不知道原来他有些这么厉害的东西是厉害得这么重要，是举世到现在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让圣灵可以在聚会当中医一些绝症的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无可厚非，是他当时即可以说是很出类拔萃的一个特质。但很可惜的就是里面太多他的杂质去遮掩了这个，甚至连我以初信的身份去看他的时候呢，都直成是因为我见到他那种的叫做尊横和骄傲呢而遮了。即是我是以我的性格来讲，感谢主我都欣赏到他。但问题就算以我这样的性格呢，都真的在我眼前的这样东西遮了。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以我现在是之后，即是由回这间教会到现在，足足已经是由回他的第一日到现在来讲，已经过了33年。33年呢，就算那日是那日出世的人，现在都33岁了，是不是？里面有很多哥哥姐姐，有很多我父辈的人。而家我睇翻佢哋喺呢33年里面，因为翻咗呢间教会所得嘅嘢咧，原因就话太集中于就系话关于同圣灵之间嘅关系啊，成日嗰个仅限于我哋见到台上嘅 performance， 所以台下根本冇办法从当中去学到咧同圣灵之间嘅关系。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冇足够圣经教导，咁所以出到嚟嘅人咧，就我发现就有一个好严重咁样嘅问题嘅吓，就系咧好难适应社会生活。第一吓。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各样的成功的教导啊，关于知识啊、智慧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各样的丰盛啊，都没有。他唯一真的可以说珍惜的就是，原来总之这间教会最 top 的领袖是举世难求的。OK， 好了，但另一边呢，原来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来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我所提的权威翻的那间教会，复兴教会。原来他们有的是很普遍，但普遍得来呢，不是他们有一个举世难求的人。是因为他们原来有世世代代神延续神话语的启示呢，他们买了那些书，他们有那些书，因为他们那边的士罗神学都是教着 Bible Temple 的书主力，因为他部分由他们那个的女牧师他都有写那些著作他们教的，但他们主力都是教可以说举世难求的 Bible Temple 的书。那个呢，他就算没有这边接近酒的恩膏，即是真到类似酒的恩膏，但他们有油的恩膏。嗱，点解神嘅话语系咁紧要咧？即系喺我讲佢关于出嚟嘅基督徒有少少，可以话真系算系幸福里边嘅呢啲人。当然，除咗佢哋自己至今堕落冇得讲啦，但普遍嚟讲，两边受嘅影响咧嘅分别，就是、因为 Canadian 其实讲过一样嘢嘅，呢、这个就系好深咧，导致好深刻啊！呢、这个就系导致我信咗主之后咧，我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努力去寻求嘅就系、是、神嘅话吓。因为在我嚟讲，我误以为啦吓，原来呢种恩赐、呢种神迹系易啊嘛。但这个误会真的美丽的误会，为什么呢？所以想起我带神迹聚会很容易的， OK， 直至我带完了一轮之后呢，我才知道，咦，原来这个举世难求的，即是在我来讲，因为由我潜意识开始已经就是爱主有圣灵充满，就应该所有牧师都做到的嘛，是不是？所以变成在早年未有说的聚会之前呢，我都还是觉得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就是美丽的误会啦，导致到我觉得这样东西很易啦，咁后面才知道原来没什么人，又是亚洲人是做得到的。但是讲回来呢，就是有一样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原来 Canadian 他讲到关于呢，他说以前其实有很多的报道家，因为当时 Canadian 都是卒仔来的，因为 Canadian 其实是80年才崛起的，在40年、50年、60年、70年那个时代，他崛起很多报道家。他讲到很多这些神迹人员呢，他们一样好像陈公展那样，当然他不是用陈公展讲了，他直接说一样是这种有神的恩膏，但是没有神的话，但是他就说呢，很多这些呢真的有神迹，但是他们的性格又未雕琢，很多这些问题呢而导致他们早死的。有些讲真的就是30岁就死的了，未到40岁就死的了，很多都是我讲的。他说就是因为他们有神迹，有神的恩膏，但没有神的话调和呢，导致这个器皿破裂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呢，我都努力去呢尽心在神的话当中，尽心到呢，即是可以说是我完全致力下去，因为在我来讲，我下意识潜意识里面一路都觉得大神迹最好其实不难的。即当然呢，我未做到在当时，但就算我未做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呢，不是难到做不到的。OK。但是这个就真的我发觉是一个我欠了真道教会的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我回第一间就回它，而导致我有这个美丽的误会。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心
念记住给我心恩福分，人生能沉着你甚兴奋，是你挽着我手见过挫败与厄困，你的爱最信实最可亲。生命念念十架恩惠一生真含，人生从平淡变缤纷，你恩情没有千言，在我内心烙印，随着你恋着我共我经风波变更。磐石可以靠，最牢固最坚稳，心满载上帝身恩，求为你倾音韵，我愿在内心回应，献奉我真诚乐魂。